六星级骨灰龛被刑毁。九龙塘呢个富贵骨灰龛，寻日凌晨被人刑毁。有人去到感恩堂嘅正门大闸泼黑油，直至到有警员巡到嚟先发现，即刻通知龛堂嘅负责人。门外边留低咗个四公升油漆罐，消息话因为呢度嘅骨灰龛位价值不菲，最平都要六万，最贵要成十六万几噶。曾经有顾客问过可唔可以分期付款，但佢哋话唔得，唔知同今次林友有冇关系啦。警方查紧凶徒嘅动机。啱啱帮先人买咗位嘅顾客担唔担心咧？信心咯，因为呢度不嬲治安都 OK 冇问题嘅，即系总之佢唔系搞到佢里边啲先人都冇问题啦。这个市值1亿5千万的龛堂，有专人早晚为先人上香和供奉生果，还有和尚定时诵经，以六星级环境招来顾客。大业主是70几岁低调富豪江海生，他96年买入金巴伦道这一幅地，08年才改建做骨灰龛。